辛苦来分了。是位于贵州南部边阳县的一间敬老院，这天来了一群访客，他们是罗店老年大学的学员。63岁的黄光义卖力唱着歌，逗敬老院的老人家开心。学员们在慈济志工的带领下走入敬老院，关怀这些年纪相仿的老人家。光影是歌唱班的学员，平日热衷公益活动，这次则是担任活动记录工作。若不是服装上的差异，还真分辨不出谁住在敬老院内，谁又是老年大学的学员。现场呈现出一片和乐的气氛。我们要付出的就是欢乐，所以就自己就投入其中，就忘却了自己的年龄。那我也相信，只要你付出，你付出是快乐的话，他们就是会一直在做下去，一直付出。所以我觉得这群老人，如果能够带出来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。休息，这一头，把身体搞好好的，多活几年，小心翼翼地梳着头发，手脚利落的周正琴，年纪也有68岁了。温馨。欢乐的气氛也让母亲健在的周正琴感触更多，所以我今天看到他们，我就给他们唱了这首妈妈的笑脸。看到这些老人家，也希望看到妈妈的笑脸。现在看到妈妈的笑脸，我在家里我妈妈也喜欢听我唱这首歌。90岁，目前与周正琴的弟弟同住，是周正琴最忠实的听众。啊，这个人就是娘，啊，这个人就是妈，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个家。不管你在哪里，无论你在干啥，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。对周正琴来说，在这个年纪还可以每天陪妈妈聊天，唱歌给妈妈听，是一种难得的幸福。哎，现在老了，开心了，就是不做什么事了，就开心就唱了。妈妈也幸福，我也幸福。
在百货公司专柜工作的周正勤，50多岁时从职场上退休了。退休啊，没有做什么啊，就在家啊。后来我女儿结婚了，就给他们带孩子了。先生很早就抛家弃子，远走他乡。周正勤独立抚养两个女儿，等到孩子都成家立业，周正勤选择独居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然后就参加一些公益活动，到外面。那时候我们都是在县里面组织一个艺术团的，我们跟着他们到每个乡镇都去演出。对于表演，周正勤从小就有梦。没想到到了晚年才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。这一件啊，都有10年了，可能以前的都是。对呀，这些都是我原来跳舞用的。给我也拿出来让我看一下。啊，现在我们都不跳了，年纪。看一下。跳不得了。就是唱歌还可以。我们参加老年艺术团到乡镇去宣传。我们是免费的，爱的不是财政，我们法制宣传啊都是免费的。能展现才艺又能做公益，周正勤找到了生活的重心。老人家也说了，也有贡献，也是负担，老活了做不得了，就是负担。看这个碑下，就是这个鱼王洞，就是这个老地名是鱼王洞，在那边搞了一个碑在这里。这是我们自己种的，这个是三国梅，这个也是榕树，这个就是我们罗店的地瓜树，这是我们种的这个地瓜树。地瓜树，这个就是鱼王洞。每天清晨，这处只有罗店居民熟悉的私房景点，总会看见黄光映夫妇的身影。我退休以后呢，就是说是退休怎么没有什么事啊？大家都是很无聊啊，干脆说我们到鱼王洞那个地方搞点劳动，每天早上锻炼自己，搞他2-3个小时的劳动呢，出一身汗，回去洗个澡，人就很轻松也很精神了。几年前，黄光映从银行退休后，不愿像其他老人家以打牌聊天度日，于是他开始规划自己想要的退休生活。还是很累啊，累是累不苦啊，觉得很累得高兴啊，干活肯定是累的，都没话说的。但是我有邪气啊，就是累了就去洞头歇一下乘凉，休息一下再来。除草、整地、种花草，都由黄光映夫妇一手包办。鱼王洞口有了不一样的景象，原本单纯强身健体的念头，竟转换成一股服务人群的意念。当初呢，也有一点想法，就是搞一个小花园自己观赏。当时还想不到供大家游玩，还意识不到。但是搞了2-3年以后，发现这个地方来玩的人多，应该搞好一点，就是搞这些。这个镯子是后来搞的。整治这片花园，黄光映亲力亲为，力有未逮之处，还自掏腰包请工人帮忙。因为有些我们自己做不了，像这个开石头啊、开山呢，我们做不了，这就请有这个放炮阵的工人呢，打眼，用风钻机打眼，然后放炮啊。他那桥跟阶梯啊，也是请人做的，也花钱请人做的。这个花了大概花了多少钱？这个3万来块钱吧。投
入公共事务，黄光映的想法很简单。你像那个榕树，我们在大的这棵我们还可以享受一下，像这些稍微小的都是后人下一代享受啊，我们不管了，我们是负责种了。除了上山劳动外，写歌则是黄光映另一个生活重心。写歌呢，有时候是清早的多，因为你老年人，我睡得比较早，有时候5点钟、6点钟就醒了，醒来呢，好像比较清静吧，醒来2、3个小时，有时候8点多我要去那里搞劳动了。为了让写的歌有人传唱，黄光映接受沙井村民的邀请，前去教导村里的老人家唱歌。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，布依族啊，他们都是布依族，我本人也是布依族。说教他们唱布依歌呢，唱民族歌曲呢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。再说他们服装呢也比较整齐啊，他们都是农民，也比较认真，也比较开口的。我唱起，大家唱起哈。带龙，带龙，带龙咚锵咚锵，带龙咚锵咚锵。一般他们都不用歌片的，老师教起他们唱起。唱一集他们就背一集啊，唱一首像这样一首新歌啊，唱都没唱过的要学多久？学都是过完一百岁了。黄光映到沙井村教唱已经4年多了，不仅分文未收，最近为了参加6月6清水歌会，还出钱租车承担村民的交通费用。这一次表演呢，也有两个，因为我们这一带啊，就是附近县。周边的几个县都有布依族，都有这个一定的节日，比如三爷山啊、牛爷牛啊，这些布依民族，他要唱本民族的歌。所以我们教了这样歌呢，就要到这些地方去演唱，这样子也是一个。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。每年农历6月6日，在平塘县清水村所举办的6月6歌会，一向是前南州布依族的盛事。沙井村民也盛装来到歌会现场，不过一个突发状况差点让他们无法表演。清水村就是个主办方呢，它属于我们贵州的平塘县塘边镇清水村，它每年都搞这个6月6歌会。今年呢，他们在搞建设，这一次没有安排这个组织正规的演出，所以我们来了，我们自己安排场地，我们自己就演出了。哦，来之前不知道吧？来之前不知道，他没有告诉，他没有告诉的意思，因为这里赶场，来就玩就旅游。为了不让村民的努力白费，黄光映另辟舞台，展现村民练习成果。今天来直接野兔。整齐的服装，嘹亮的歌声，沙井村民顿时成为全场焦点。观众们围着这群布依族老妇人，听他们吟唱西南传统民族的独特韵味。教他们唱，
他们会唱，出去表现，也是表现他们，也是表现我自己，又把这个民族的这个歌舞呢传承下来，也是这样的。老年大学成立已经20多年，是地方政府规划一个让老人家学习才艺、交流联谊的场所。即使学校放暑假，歌唱班学员还是相约到学校练唱。老年学校的那个办学的宗旨就是老有所学，老有所乐，老有所为，老有所养嘛，老有所为就是他们这个发挥余热的一个目的啊。我们要就是学了，那个我们教了，你学了我们教了，然后你还要对这个社会发挥你的余热，发挥你的能量。今年才接下老人大学校长一职的陈爱莲，对于这些长者有着更多的期许。我到校的第一天就说，你来了以后你要经常带我们下去搞活动哈，去看看老年人，老年人关心老年人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因为慈济志工的协助，老年人关心老年人的心愿很快得到实现的机会。在每一个班我都说了，哎呦，各个举手啊，是各个都举手，然后我就要求了，年龄太大的不能去，因为我们要下乡哈，这样老年人的话，你自己的身体怕吃不消。为了参与活动练习，周正勤与其他学员都起了个大早。班长好，好，我上次来过的，上次来过了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帮你记录一下来。今天非常非常高兴哈，在这个假日的时间就这么早，大家都出来哈，把爱做行动，真的让我很感动，很感动。我们明天我们大家就要一起到我们的敬老院去了，所以借着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大家一起分享，明天到敬老院去以后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在座每一位，不只是献爱心，并且大家都是什么最高品质，大家做事情都是有条有理，都很顺畅，都很有理，并且都很有秩序跟规矩，好不好？考量到老志工的身体状况，慈济人反复叮咛解说该注意的事项。我们不希望跟爷爷奶奶打扰太久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坐很久，因为我担心大家眼睛不好，所以我不敢让大家剪指甲，所以我们只要好漱口就好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跟他们互动聊天。这是对家怎么比家，就是他有屋顶斜斜的，斜斜的尖尖斜斜下来，然后他有墙壁，对不对？有墙壁，然后有地基。我看似简单的手语歌，对老人家的即兴语言活动可是一大挑战。而你如果流泪，眼泪流下来，如果你流泪，我会比你更心，一个人放在心哈，比一个心疼抱着你，我会很心疼。我的梦想，刚刚也讲了，梦想需要你陪我来完成。而你给我的爱，
报警，让我勇气倍增，再增，再增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。就在志工反复教导下，周正勤和其他学员已经学得有模有样。好，大家都会了。就是这股不服输的拼劲，凸显了他们老当益壮的价值。我们可以陪着爷爷奶奶做什么？按摩。现在大家也来试试看，来，站在你的前面，来哈，你跟他。敬老院老人们的笑容，老年大学学员知道平日的演练全都派上了用场。还有触动你什么样的心思吗？触动我愿意为他们今后唱歌跳舞尽我最大的能力来问问他们，安慰他们。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吗？不是，我们经常到那边敬老院去的，今天特别感动。您爸爸妈妈还？爸爸妈妈都过世了。会有点感触吧。学与敬老院的老人家尽管年纪相近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，关心人的被关心的在此刻同样收获满满。老人来关怀老人，真的是整个方面是感动的，因为他们虽然是老，但是他们还能行动，我想他们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幸福吧。好，那他们也乐意这样子一起来付出。不管是周正勤还是黄光映，选择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，发挥出依然灿烂的夕阳余晖。